哎，帮忙啊！是吧？你我手腕先做一下。无我。好，我安排一下。嘿，一一干的啦。刚好，中国时报记者张杰，
来留下来啊，那个学生直接可以发现你的产品进去，而且你这是也是很好的，看到你在之后的这个就是进来的话，他这个是。啊、这是记者团来的，对，记者还有来的朋友，好，然后两个人，好，就是哎，从新社会来开干哈，哎，社造基金会跨界，你们12月31号刚好跨界嘛，跨界哈，今天是全民参与哈，大家出钱又出力，又多么多，哎，这个主题很好哈，社造基金会跨界，俺们可以满意的，我有，这是我的活动照片嘛，好。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礼拜五有一个社区座谈会，我乃是活动中心，但是我这个礼拜已经到，就是讲到住户去讲一些。我发现说，哎，那个感觉很好。我发现说，哎，这个先生还有很有特色，原来也应该说全国是很有名的，以雕刻原始文物及名家级的地方哈。我如是讲也田园造景啊，哈，还是讲来自于。要做创作吼，拢非常的重要。啊，这就是阮管理出水的海边。啊，阮出水海边上大一个特色，就是可能是全国仅有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讲风灰刷非常的严重。像这75年以前吼，这是拢伊个吼海边已经拢有人抓啦，甚至有滴还有人住房。啊，但是后来就是，这本来的产业道路吼，已经十几年拢未通的产业道路。阮环保义工队有5点半到7点半的分工，大概用3个月的时间，分3个梯次，分4个小班队，每个班队就是这样轮流出勤，都不间断，然后将逐工的，我拢逐工，但是即马已经变做一礼拜六到礼拜天是阮的环保。啊，逐工维持偌久？2点钟够不？外面咩？三个月。我在干嘛？然后是吗？我在这干过多少事？知道吗？上面对。我叫好顾客徐坤坤，出水社区总体营造的学生级干部，赶快的学生。他是很高来呀嘞。
比较偏水地带，可是也因为这样子能够保持我们原来的一个风貌。阿公介峡谷哈，必须叫西平里，西平里里面有两个社区，因为我本来是西平里出水里，啊，今嘛因为林号太旧，所以就变成一个里，啊，里面里中间有两个社区，阿公是属于出水社区，阿公介峡谷的户口数哈，有250个。啊，人数吼大概1000人尔。啊，早期吼，即摆阮拢以农为业。啊，以前嘛是有人副业是咧掠鱼的。啊，阮的特产上有名就是米，是阮里边上有名鱼汤吼。啊，搁草烧啦，咱有看咧草烧啦，啊，搁有鱼丸。鱼丸上大的特色就是讲，伊用小鲨鱼去做成的。啊，搁迄紫番薯吼，我嘛想讲要发展成我们社区的一个特色嘛。啊，阮。湾里哈，湾里上有名就是超球啦。啊，其实湾里女人的聘金哈也是最贵的。为什么最贵？因为早期大概40几岁以上的妇女都会从事编织的工作。啊，以前哈，你给那里做做明仔人就给你收去，一付很金的啊，所以有一技之长。所以湾里的查某囡仔是聘金是全省之冠。啊，这是我们那个编织的一些精品哈。请进买上编织名片袋啦，啊，这是今嘛新开发的一个，就编成小马啦哈，很漂亮的一个小马，甚至可以做小乌龟、小鹿啦，小青蛙啦。啊，咱拄啊食迄鱼丸吼，就是湾里上有名啊，鱼丸用那个小白鲨做成的鱼丸。啊，咱拄啊说，咱妈迄青蛙诶吼，或者是咱讲湾里上有名郭思苑先生创作的作品。有的我大概都带过这样子，哎，啊，好像没像多来到这里啊。像很家子。哦，啊，咱拄啊吼，看到迄树头吼，迄就是咱社区内面吼，迄好像文上伊的作品。我拄啊为邀请吼，伊的工作室吼已经建立起来，伊讲有一间平房讲，伊的工作室会当做咱社区吼，做一个跟作品 DIY 创作教学地方。啊，伊的处境特别。伊个围篱吼是用漂流木啊，搁有榕树做成的诶绿围篱，非常的漂亮。啊，这是伊的作品，伊较早期的作品。啊，我有两百万吼，这是阮一个社区绘画业余画家者，伊他最大的创作特色就是讲伊咱湾里渔村的景象啦吼，啊，搁有讲，比如讲我们田园景色创作。啊，所以伊即马，伊近期去年曾经有一个个展，啊，回想袂歹。伊即马可能搁今年搁有另外一个个展，即马搁在筹划中。这拢是伊的作品，这个景象吼，海边的景象。啊，我迄天去做田园调查时吼，发现讲，啊，阮小埔有一个遐厉害的一位先生吼，就是有一个陈永清先生。一般人其实他本身不是一位艺术创作者，即使讲建筑，等到他工作到一个阶段以后，他再从事版画创作。而且版画创作比较特别，诶，其实就是讲曾经在文件会哈多次获得首奖，听讲这是从来没有人能够突破的一个记录。啊，刚好温丁伟哈曾经展过他的作品，是刚好因为。他这两天也在新竹做个展，所以我赶快和提供作品来参观。啊，这是我们这高展空设计的一个阿嬷哦，今嘛都在做操球，几乎每天都有在做，精神非常的好。啊，今嘛来看，咱今嘛所在这个所在就是苑里镇滨海艺文中心。伊本来是要，阮管理这个所在吼，本来是要做一个。海水浴场啊，可是因为伤害严重啊，哥你不记得哥解严了后，一点魔力的需求啊，哈，现在很多都有私人的海的游泳池啊，所以本来这个地方是一个行政大楼，现在一点变成了一个闲置空间。啊，这嘛是阮连光连光想要搁我来移动较开发的一个所在，这就是一个外貌。啊，伫旧年11月7日的时阵吼，康先生有拜伊一尊的好朋友。叫板子的结合舞蹈啊，还有艺术创作以及表演活动，那一天就是吸引蛮多人来参加的。
啊，温娇也是叫做新雕居哈，新雕居以及陈炯辉先生，他在1961年创立的，刚开始叫做山地门工作社，阿贵啊在开这新雕居，以及最主要以及创台湾族哈，以及台湾族属于那个原始雕刻，他后来的是陈其富先生曾经受他的影响。他怎么走创作的路线？所以其实70年左右陆续都有个展展出，然后获得很大的一个好评。啊，较可惜的是，就是讲李系在因为贵姓啊，啊贵姓了，我啊我介绍吼，吴刘宝先生，伊即嘛，伊要这个经验，它里面有很多很特殊的创作作品哈，但感觉有时间你带我来看卖啊，这就是伊的外观。这个是一个台湾族的一个石柱哈，看讲是东南亚上大一个，啊这造景，这个是刘浩老师做，那你知道？来讲到即马春兰期间啦，啊，我讲伊来百姓什么会，来讲做好。啊，有人讲领钱领吼超过30万以上的，天好好看的咧吼，靠派出所叫派出所的员保护等了出。啊，是讲暗时夜几个朋友，妇女朋友吼，啊，若讲叫无车吼，嘛是一通电话到派出所的吼，啊你吼烦恼吼，有车就互你坐回去。啊，佮有讲吼，即吼你春节期间吼，派出所嘛讲即吼，你若讲吼想要出游。吼、哦，要佚佗的，吼、哦，厝的佫惊无人看顾，嘛是一种吼，就来到派出所尔，会来厝的，甲你帮忙加装，就讲这吼，巡逻箱，啊，帮你做好吼，所望相处的啊，啊，以上就报告，到这边先，啊。在这里向文建会谢谢，好、哦、感谢你们这一次的社区总体营造重点补助，啊、哦、重点辅导，我们苏北社区有今天的情形是跟以前不一样，跟我接理事长是今年是。接落步多了后，哦，办这我感觉真有意义。哦，社区即马环保义工，虽然是讲你整理道路，后、哦、来环这个环境卫生你整理，这环境卫生整理其实也是整理一摆过，拢免阮整理。阮带动尔，阮带头尔，阮带头这指引头即马主动拢有，环境社区拢整理啊，即马免义工去整理，阮义工队即马是。闲置空间，哦，在圣公家海边的哦，黄金意式海岸，我得给它打造出来。这是我的最终的目标。这是我义工队要做的工作。其实义工队是讲名来拼上来遐遐道路，其实不是，那是带头做的尔。即马其实变我做，内底环咱社区环境即马足好个，哦，都是带头，是这义工队带头拼来做的。啊，即马我这义工队唔是讲。无拼遮尔，阮后壁工作，我讲了，哦，这个林务局啊，要过来，植树节要过来植栽，阮有拢答应，以后日养哦维护这个看管，阮拢要甲接手，哦，所以社区以后绿名化的工作，哦，摊位，哦，会让阮这個出对社区，绝对景观，哦，甲这個、人的相处的。都是很好的，我感觉一定，大家我做理事长了，即马大家问到讲啊，理事长啊，咱唔来去办啥演课程，拢会过安尼咯，哦，拢有你关心吗？社区这些居民，大家拢有你关心，
哦，袂像我早讲，你做你来做来，今嘛是啊，今嘛是啊，不啦嘛，有你创啥拢哦，当着拢哦，你创啥哦，要创啥，大家拢有你关心嘛，所以讲有带动。所以说今天不是文件会重点补助我们，哦，协助我们，哦，辅导我们，我们没有今天。我，哦，希望我们以后出水社区要发展，要蓬勃发展的重点，我相信还是我们这些社区的居民要有共同参与。我们李贵二师有把我们送一个这城乡风貌，但是他可能还要到三月才有，现在有送件了。我们在每个星期五晚上都有大家来开讲，啊，大家斗阵来讲社区的代志，啊，所以讲，阮有上镜要安怎做这个工作要做好，阮即马拢有社区，大家拢有一个共识，大家拢会提出来看，哦，咱以后到底咱社区是要安怎做，哦，要做对一角，啊，无耳机啊，哦，啊耳机啊，伊要做啥，哦，安尼，即马大家拢有伫研究，哦，算讲大家有伫沟通，啊，无要紧啦，啊，反正啊袂定案。啊，咱慢慢地想到尾啊，后壁若是讲有通过，也算这个嘛有一个 DIY 社区，伊这个居民大家拢来自地动手，这拢是讲要共情啊。阮这个团队甲这居民拢大家配合，吼，化化来啊来做出来。啊，我相信以后阮做出来的原野之美、原始之美吼，袂像讲，阮嘛无想讲要用。较早的水泥方法啦，哦，哦，即个方法怎啊？后壁即个椅啊，迄种漂流木立起来，更大空间，哦，有即个空间，互我放下啊，放下大坐。有啦，进前迄个记者来讲，即漂流木讲都袂使捡来用。我是讲，即漂流木捡来，即漂流木袂使捡来用哦，是私人袂使用啦，社区应该是会使。我是有安那讲啦，讲我毋是私人要爱啊，我是这社区讲这公众的场所，伊记者讲安怎讲，伊这跳绳有犯法就对了。啊，我嘛感觉讲足矛盾。他说我这过来，阮毕竟我无见下步，阮后面咧拍无见。啊，所以讲这跳绳这我私人占有的，是社区哦公众利用的，所以讲我感觉讲阮。私有漂流木，吼，阮所以阮感觉讲会阁继续用，会阁继续用。啊，阮目前向咱做有啦，拢参与的谢志明，你看咧，大家咧是今仔日无通知啦，即个拢通知伊单位尔，嘿嘿，无食通知啦，毋敢食通知啦。吼，啊，所以讲今仔日阮做甲安尼，吼，我希望讲咱文建会以后会当。哦，阮搁再较支持，哦，阮一定，阮即个居民大家拢真热心嘛，哦，真，那好啊，大家拢会顺从，哦，啊，即嘛，我感觉讲，一定爱搁继续，哦，啊，刘小姐人伊嘛真拍拼，阮刘营造员嘛真，拢真，伊参与，伊即个塑性回来吼，都有分我们设计的干部。哦，他去授什么课，都有解说给我们听，哦，我们非常了解，哦，谢谢，啊，谢谢各位。多谢你，又感谢大家请客。啊，我就是我做南苏边连接的时候，吼，就我课程所有的课程，吼，我不但将我们讲义拿回来，然后我会将它，我都会录音起来，然后做成笔记。啊，就拿座谈会先给告一个时间，先跟大家分享。请听我刚刚讲，因为每节的高科有东西累积一二三十年的经验哈，那东西真平庸，真特别平庸。所以我刚刚讲，那笔记未来拢是分享，不上课的一个主赛。啊，这陆续哈，陆续这个案通过以后哈，陆续的我林务局啊、县政府啊，哈来勘察工，北京交哈就很发展的。诶，机率吼，拢来甲看吼，讲到位要甲阮实习啊，创啥物啊？但是所讲的实习就是讲，因为我们这里有地方可以做凤头凤尾，很多地方可以植树，但是植树了后，你阵若无人去甲肥化，你就会死去。啊，因为阮环保义工队吼，真坚强，所以大家。
中国时报办一个一台游览车来，啊，讲实在，阮头一遍招待遐尔济人，有点手足无措，但是阮感觉足欢喜，安尼阁无浪费。啊，这就是阮拜托，李翠茹吼，迄、那个啊，阮邀请李正富老师啊，阮这定沙围篱吼，要怎来处理吼，较好势，伊拢甲阮真侪经验啊分享。啊，这是阮去参观。啊，我们家因为是做云南嘛，感觉青菜非常的好吃。啊，这是永乐社区吼，因这拢是咱的一地的父老英雄做的。啊，所以阮回来了后，阮家嘛讨论讲，哦，人因安尼，我嘛想讲要安尼来做啊，我们也可以依照他们的办法，我们家的方式来去做。啊，所以其实哈，看别人跟别人取经哈。一点有一些成果都在发展，成立一个空间规划组，刚好今天啊那个王先生他没空过来，你不来是透露的哦，所以今天我们要请过来这个演讲，那我一点点能够哎，别让他走，让我们社区能够一步一特色往这个方面向前走，然后自己每个居民自己自动自发的，但是在有机会够上的。刘东启教授来到我们手上，阿林拜托你跟美国人讲话，他们好像真侪经验。啊，这个是这个那个2000社造论坛的时阵，我们可以再来做评比，大家看得很有兴趣。阿林未来这个社区的未来计划，你决定你来讲，还是要出来？出自未来社区的计划哈，包括评鉴资料里面都要放下哈，这是海边植物的生态调查，其实我以前做一个问，但是我唔敢做详细，因为我家边老人老人家的意思，我问下到底有怎样？因为海边，海边哈，因为海边降温嘛，啊，跟风沙跟足大的哈，所以很多植物就是因为有这两个存在，所以有很多是属于药性植物。啊，刚好我们刘老龙先生呢是最近是一个药物专家，伊虽然在创作的时候，伊讲吼提供一寡海边的植物啦，比如说迄无根草啦，还是林头啦，你可以抓水抓水，免费提供别人使用，而且很多癌症病人真的是因为他而死，真的家庭重生。啊，所以我刚刚讲我们也要加强这个部分。啊，阮本来就是想要做的是每一个星期的拜五吼。七点外到九点，本来是伫活动中心，但是我感觉讲，哎，这个那会较参加，就是这几个人吼，好像有点跨不出去。啊，阮即嘛，阮有天美百台戏去郑伯洲先生引导，啊，即嘛就轮流。啊，阮去郑伯洲先生引导才发现着，哇，引导原来遐尔啊水，整理甲一尘不染，然后都有一些古老的东西，然后自己就排列，做得很漂亮。这也是我们学习的另外一个方法。啊，第三班的时候，也是在田园疗伤那个给小孩的管理，那个祈祷让他然后相互DNA收集，因为时代背景的不同哈，所以有一关相互实验哈，各点跟金毛龙一点慢慢淡化。比如说咱关闭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经典，有一个学生甲讲，因以前给正宫给你管理了。你在现在管理你的工，他就回了人家一句说：“哼，我不理解，生一回看人家差不多要怎么生，不注意了。”好，这也是一种讽刺的话哈。请记扎皮，其实哈，哎，我们这里有一个那个迎轩楼哈，那叫做玉溪八户人家嘛，所以哈，你的工，但那个老板娘就讲一句话说：“啊，哎，这刚刚讲讲他后讲他菜锅门。”啊，所以你看，蔡公能以安界其实不算什么，可是，在那个100多年前，蔡公能其实很高贵的一个人哈。所以我刚刚这个收集起来哈，对自己跟年轻人讲，好像都有那个时代的意义。甚至阮孙仔吼，阮妈爸爸甲阮孙仔讲，伊前面是毋是咧食番薯呀？啊，我觉得他就会说，哦，食番薯，足辛苦，足辛苦，但是阮孙仔
阿公，你大家拢有吃薯条好食无？我们现在要吃薯条啊，要听过爸爸妈妈的口音，不一定会有吃长大。好像这个，我觉得说是不是很温馨的一切东西，我们都希望建立起来哈。啊，这社区文史资料建立各点，这些拢慢慢一个趋势啊，啊，各点爱精抓一个时间来走哈。啊，我主要讲的就是讲关关里的球草哈是。大概40岁以上的妇女都从事的工作，以前就是查甫人拢有在做安尼啦吼，啊这即卖已经拢慢慢没落啊。所以恁如果看迄一挂创作以后，迄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有在走创作的路线，我感觉讲继续搁落去吼，应该是一个真发展的、真好的发展的一个地方嘛。啊，搁第六点就是讲，咱即卖所在地这个地方就是院里育文中心的活化功能哈，比如讲阮今日办这活动就是。是我们来充分用这个地方，要不然我们这个地方平常大概只是沦为请客，就是婚喜事的时候在这边请客的一个地方。啊，欢迎你，我这个店哈、啊，所以有很多课程都可以延期，啊，我建议你参观参观延期。因人当放一下。说实在，虽然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哦，然后我都在大姐，然后一下下点嘞。啊，他们说实在，他们一想一直有希望说扩上一些类似的课程，可是他们没有这个资讯。啊，我希望说，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大家一起来去，一起来成长这样。然后第六点就是说，要结合我们刚才讲那个沙淹没海沙屋的那个问题哈。虽然是那个沙害非常的严重，可是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景观，很漂亮，淹沙围里改变。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哈。我们一直想说让它将这个缺点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景观，而且应该是做得到的哈。还有就是发掘小窟来人事地物景，其实刚开始我们刚看的那个什么，那个小土公庙啦，或是那个一些老榕树啦，也许在他们看来也觉得没有什么，可是只要一些故事加进去的话，就会觉得特别的温馨感。比如说，就是这个土地公庙。哇，迄一个十八年，迄一个土地公、土地公庙吼，伊是嘿，伊就用在做啥子的？好，伊本来今要有两张金秋，金秋其实迄可能23、20年前的一棵两棵老榕树，啊，是阿妈用的那两棵榕树，就是讲端午节的时候，伊阿拢会插迄个迄榕树嘛，那好像也是。啊，插插，他们跪着了，起不掉。哎，怎么长出那个根出来？他们也不以为意，就给它丢掉。然后第二年又长出来。现在有人认为说，哎，这个是个神迹哦。然后他就给它种起来，就真的长，就长那么大两颗。结果到后来的时候，伊就要翻庙嘛，这间吼，就要翻庙。翻庙是讲，哎呦，遐大重的，你敢行着？想讲，我就跋过，啊，无拢甲你斩掉，好无？结果土地公是不答应的。啊，伊真的去测量以后，发觉说，并无去甲伊改掉，啊，所以这两张金条就怎啊留落来。然后这个土地公庙另外一个更神奇的，还得想讲，我们今天刚好总干事没来，伊就讲伊在附近，好像伊在也是新秋的在路上。我问早起比较在捕鱼嘛，啊捕鱼的时阵，就经过迄位啊，伊阵啊挂一刀了，挂一刀想讲，啊我要抓伊啊挂一刀吼，心里不是味道，要去甲挂过啦。伊讲你是出去公庙，你是不是在甲指示讲今天有什么事情，这样子要去。结果三个月行归，他那一次真的不敢出去。结果那一次有出去的十几个人都海难都死掉了，结果他就幸免。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地方。甚至这个土地公庙哈，我遐时阵啊，细汉囡仔拢爱食红莲水啊，叫要拜拜的，怎啊红莲啊，所以这个都是田野调查弄出来的，结束你。啊，今晚好，我那个工作目标另外一项比较大项的，就是讲，阮环保鱼缸的部分哈，环保鱼缸就是阮迄产业道路，
想要来甲做整户铺设的工程啦。啊，阮院里政工爽毛大意要互阮做，啊，阮但是一直阮争取讲将这笔经费我们自己，环保义工来做 DIY， 自己来做。啊不，而且另外一项就是讲林务局嘛，林务局阮丰豪甲丰汇大概有一两公顷的土地，啊，已经到阮公好啊。他们要帮我们种树，因为那也好，还要在整地，要蛮大的一个经费。啊，但是因为我们环保义工队做得很好，他愿意投资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啊，这个是我们环保义工队的目标。啊，另外一个就是拄啊，我们历史店讲的，就是城乡新风貌，伊个案件做老看过的时阵，伊有一个DIY 的工程款，遐嘛是我们家己环保义工队的。啊，佮另外一项就是讲。因为社区拢有一挂呢，一挂空地啦，有时候现甚至变成垃圾堆哈，要用一点大跟居民工作，希望是我们大家来维护，还是讲哦，大里边的人来维护，它也要达到一户特色的功能哈。啊，我简报的最后的是我用两张照片来做我们的结尾，因为经纬刚好是慈和宫建教嘛，建教的活动的时阵吼，几乎是全镇出钱出力总动员，啊，所以我就有一个主题讲社区营造亲情在拍酒。我想讲咱阵啊拍酒的时阵，咱是拜拜啊，到底帮助多少个人好比无好比咱唔知，啊，但是咱阵啊做社区营造的时阵，只要讲咱在咧会当认真的时阵，应该。不展示咱关心，啊，无让咱的家家孙孙拢会当因为这个社区营造继续做下去，哈，有一个很好的成果。啊，另外就是讲永乐的精神，哈，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尤其是他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团结，但有爱心，而且有耐心，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说我们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有团结、爱心。耐心才能够继续再走下去。啊，当然，其实，阮到目前为止，以我们的会写一些东西，计划书应该申请经费都没有问题。可是我发觉说，他们就少了一份文件会这个案，就是共同参与的部分，共同学习的部分。啊，董爷，这嘛是因为我们这十五个点，大部分有一些是都会型的社区。坦白讲，因迄吼，因迄社区团队的时阵，校长、理事长，啊，就是咩学者、官专家一大堆，也许他们不是很需要。啊，我们这个社区居民都非常的团结。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说这方面学者专家给我们的支持跟鼓励，而且文件会这个案件是我们认为说社区总体营造能够发挥最大的一个功能，尤其是在人心改造的部分。而且我们那时候都一直抱怨说温州最小屋就是因为在边陲地带没有得到上级政府的垂怜，而这样子永远这样子默默无闻。可是后来我们发现说还好他们没有给我们做很多硬体设备，然后让我们这个地方还保持一个原貌存在。啊，阮即马吼，本来是做不出来，啊，即马感觉做欢喜耶。啊，不瞒你讲，这个案子能够再继续下去，给我们鼓励。好，谢谢大家。在风源在争那个营造员这。
点的时候，印象很深刻，因为像赵老师和其他有到现场的有人对出水社区的当行对那个社造的那种就是可以讲是企图啦，或者说一些对社区的未来大家要共同做事的那个精神，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有很深刻的印象嘛。那我想虽然那个先知他是从外面就是外面其他地方进来的，那我想这半年多的营造也跟社区里面的有非常好的互动啊。那其实大家知道社造的人员的互就是大家动起来，其实就是说初步的一个开始。那像我们这个计划，其实我们只是想透过一个在社区里面的人来培养社区里面的人，大家来自己透过这样的培训，来做一些专业的辅导，在社区里面自己想，社区人大家来想想我们社区未来要做些什么哈。那我想到今天所做的这些，只是建立一些出水也好，或者说在这个环境的一些基础资料。那我想，其实出水这边有很好的那个环境，比方说有新标区啊，比方说有一些漂亮的海岸。那相当的，刚刚看到有很多连艺术家可能都是非常好哦。那是其他社区所没有的一个条件啊。那我想社区的种种事情，其实我觉得应该，我刚来这个地方，我觉得那个用了一个社区营造像建教的样子那种这个说辞，我觉得非常好哦。大家应该觉得像印象中以前建教不是在于说对什么什么什么，而是会真的让台语有建感情会出来，我觉得是那个心态，而不是因为说可能要接受上天，当然那是我们最虔诚的想法，最上的心和上的想法。可是大家一起出来为社区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标准就下得非常好。那我想其实就现有的这个条件，如果大家能够除了现在比方说未来文史调查，可能真的就是像老师等等这些要跟着大家一起做的，我觉得做对社区里面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了解，更能够启发自己未来大家其实出水要做些什么。那我觉得就算说艺术的出水也好，就是说环境最优质的出水也好，其实都是未来大家从自己心里想要的生活的方式，最优质的方式出发的一个开始啊。其实我觉得社造没有特定的方向，就看社区里面大家觉得社区的大家是最爱什么样的生活的环境啊。那我觉得就刚才的部长、理事长大家这样子统计一些，我觉得未来慢慢的，其实我觉得除了这样初步的一些人机能上课之外，慢慢大家从公共性的讨论这个部分，还是要有一个方向，还是要有一个方向慢慢的讨论出来。那文件会的一些小小的辅助，其实只是一个引发的一个手段。那这样的东西只是说可以把外来的一些资源或是一些专业的师资全力引进来。那未来我想出水可以自己站起来，也很多，我觉得资源其实自己都可以找得到。那我想在座还有其他老师可能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或者其他社区的一些经验。那我今天当然要谢谢大家，因为在出水其实看到各位就当然等一下我们还想看看你们的环境啊，因为环境是非常棒的，刚刚介绍的。我想再来就请潘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经验。去公馆没搞。那差不多啊。在公主的就是说，咱这个出水者大家真已经真关心咱的所在，啊，所以嘛真努力在打拼吼。不过究竟咱是一个社区啦吼，连一个利润是真哈根基啦哈，不能这个是表示讲咱这个所在的缩小。啊，咱在建立咱的环境，咱家己来做有够。但是呢，咱要予咱的这个间隔的所在有真侪部分哦，咱需要甲厝边的社区吼连做一串，所以呢，我是希望讲咱这遮好的经验，甲遮尔啊宝贵的
即、這个即、這个慈善吼，啊，努力伫咱咱个顶内呢，互其他个社区咱对咱做个吼，啊，即、這个空间应该是搁较侪社区来做过来用做，给伊搁较好。
下班或是假日的时期，我有看每个人共同干，第一次跟他抱怨很多抱怨，可是同样真的可以学我一些很好的事情，所以今天一定要感谢各位部委，谢谢。各位朋友大家好吼，因为我是四号中心，所以来爱小红帽不了解啊，然后我家又那个比较近，所以开来家，我个电话就是那个苏青讲吼，他真的是就完嘞，也不是这样子，就说其实他算是非常主动积极的一个社造员啦，啊，其实我都是接到他的电话，我下面也我以前哦，其实没有这么常回家，真的是我这几的一个月回家一次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且因为我早期的时候还来出水还比回家还多，就是那个这个案子刚开始的时候，然后那个我因为今天哦我不是主角，因为我所以我都不知道我被恭喜，嘿啊，所以谢谢大家啊，我就觉得那老师。多讲一下自己的感想，看是到上去看我们整个来是怎么那我今天有个想哦，平常来社区的时候哈，大家在动手做的那个神情哈，是我比较难忘的。就是讲，哎，真正当手在做工作，遐认真的表情，大家在讨论遐对话遐言语哈。啊，那个精神是很让我感动的，跟我们现在大家坐在这里，可能大家都很害羞啊，恭维我板块恭恭话贼哈。那但是，当然我负责这个社区哈，我真的很希望让我们各位委员可以看到他们工作的时候的那种精神跟神情，但是可能口头上言语表现比较没有办法这样子。哎，那真的是很谢谢各位乡亲这段时间真的很努力，哎，阿爷。谢谢大家的。欢迎马子爷好，我刚刚捐款中心好，男的帅，女的美，他这里是捐款中心的张慧娟张小姐。阿金金啊，父母先问哪？阿金。阿金。哈哈哈哈哈哈！你说话，可以说话。我恭喜我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因为我卡住你啊。一般环保义工队社区内面真正是，敢那对针对咱个环境，环境的迄个清洁，但是咱个环保义工队看起来有足特殊的迄个特殊的目的，就是伊要做先锋队，哦，伊毋是敢那对环境，啊，他可能未来有希望说咱个环保义工队一旦真正把伊迄个潜力啊，好发挥出来，啊，这些。我再做一点补充报告，我们环保义工队团队精神很好，你的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俺的三分之二，但是你的三分之一有差不多十个人，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哎，我拢讲袂错，啊，就是讲要安怎讲要去到顶要安怎讲来组成团队，起码在筹备当中。他们筹备要一个成立一个美食研究班，他们哎早晚会工作些，好哎不不啦啊，打到底怎么到底有？然后今麦在做这种规定你做得了？让这义工队妈妈去做，啊所以讲这是我保证大家，后壁义工队会发挥足足大的啊。今天很好，咱吃的吼，就是咱你顶流啊，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开心的注意啊，谢谢啦。啊，人讲家着拍朋友吼，人家拢交到好处边啦，因为几乎拢是吼，天天去嘛，啊，我觉得你是很赚，拢是处边有处边，开始有伊的啥物，他爆出来到处走。哎，阿哥有笑，赵
谢谢小姐姐的热情。恭喜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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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长官啦、啊、还有我们的乡亲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嘛是拢来参加，感觉真快乐吼。啊，像啊，因的迄个拜五的乡亲的开讲吼，真正讲，大家人拢有真啊，真动心吼，啊，全面性的来做讨论，吼、啊，爱从的艺术拢会来表达。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社区吼，我嘛感觉足欢喜，就是当初有想讲吼，应该来选这个点吼。啊，即马足侪其他的你吼，啊，因若知影讲我有来遮帮忙，拢甲我讲，啊，你怎拢无爱叫我咧面哈？啊，袂好这样子啦吼。啊，所以我嘛足真正真期待，看伊逐个人啊努力啊，即个所在后日来当做一个万里的模范安尼啦吼。好，啊，真感谢逐个人的鼓励，甲逐个人的即个指导，谢谢。这礼拜上王教授上面的所有的他们一群规划师，他们都有拿这笔钱的哈。那个他们大概规划费是多少？因为他们都以为规划费60万。没有这回事啊，没有这样讲啊。我们那时候还讲说，比如说，假如你是100万的会经费，人事费假如60万，太高了，人事费应该
不能超百分之三十，人数应该不能超百分之三十，人数正常。三九二十七，升级规划可以有，先级规划。那我现在觉得规划师那边你根本就是为什么这次钱要把它钱拨给社区，就是给社区自己来做？所以社区做，就变成你们自己要去做规划，去想要怎么做。想完之后，你现在需要缺的是说找一个专业的人帮你把图画出来。所以那个规划师其实他都不需要来帮你做规划，他可能就提供你一个建议。那甚至说，比如说你可能就请他来，啊，来一次2000块给他，就是一个指导费，这样就够了。一次2000块，哎，你要30万，他要来几百次啊？不可能嘛。但是他的规划，他的就不要，现在就是不要他做规划，不要他只是做技术提供。技术提供。规划是你们自己规划。哦，规划是规划。你要做什么，你们自己。去做，做的时候说啊，说我今天想做什么，那建筑师这该怎么做？你帮我画个图出来。那我们就给图的钱，这样就是给画绘图的钱嘛。其实理想中的就是给绘图的钱。那设计规划师呢？他应该是，其实我们在想一个理想设计规划，他就是在地的，他就应该来帮设计。所以你们不是有个空间组，不是有个先生他读那个，他就是一个设计规划师，他就可以当个设计规划师。赵小姐她也可以当个设计规划师，刘素清也可以当设计规划师。你买来做你的设计规划师，设计规划师是一个团队，不是一个，他也不是建筑师，不是说建筑师就等于设计师，你就换代词。所以他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不需要说我要给你这么多钱。他假如说一个设计规划师只是要钱的话，那根本他就没有资格当设计规划师。那我们啊，这个90万里面有多少可以做活动的经费？你们自己去，我们自己对，不是现在只要有成果。现在我要请王教授讲给他们听，他们才不会担忧。评审要求就是说，里头只要有至少200000的费用是买材料，然后那个材料呢要来去做实际的空间改造，这是最起码的。对，最起码啊，20万是材料费哦。那材料费当然里头就是材料费里头就是买材料，买材料的时候比如说买木头、买砖、买什么土、买沙什么这样子来做。那做了之后你里头，所以其他的钱是等于是当做业务费，你因为你找一些人来做，总要给他一点其他费、点心啊之类的，就是其他的费用。所以你是用20万是买材料做空间改造，不是其他费用是来帮你来做。以一个活动的形式把这个空间改造出来，那我们就要出来一个属于细部设计跟规划。那细部设计呢，设计的部分应该是社区的居民一起来做这个设计。那画出来的图呢，请专家画，给他专家画。专家是谁呢？那可能是建筑师，也可能是你们请的这个土木的这个有专业的会画图的来画。那也可能你甚至找一个建筑系的学生，他会画图就来画。或者说你甚至去找一个什么建设公司的，他本身是个设计师，他本身没建筑师不知道。你们自己有亲戚、有朋友、有年轻子弟会画建筑图的，就来画就可以了。那个东西又不需要去盖章，又不需要建筑师签证，你为什么要找建筑师画？建筑师有建筑师只要画张图1000块，没有建筑师只要画张500块，你要找谁画？对不对？然后出来图，我们这个不需要正式的那个，不用像20万跟我们装潢都不用正式。到时候发包之后还有发包的图啊。那还是那是工程部门，或者施工单位，他还要再去画图啊。那我们根本不必透过画包的那个程序。你们是大家 DIY 的，这次做的是先期规划费哦，先期规划费用属于经常的，它是软体的，它根本没有硬体，所以它没有发包的问题。你就是自己去买材料自己去做就好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个六十呢？保不六十？那总总共90，不是六十？我知道。60万就是规划跟细部规划，是这样。他们一直说没有这回事的，谁说60万？你就是把90万当成整体的东西要来做这边东西，最后就是出来一个规划报告，以后设计图就是这样子。只有这样子就可以。对啊，以后我们有规定20万材料费嘛？我知道，我知道。设计有30万嘛？设计有30万，30万，已经嘛，熊就几张材料，没有什么30、60的问题啊。那你们怎么来30、60的东西啊？没有30、60的分界了。建筑师那边报酬，建筑师那边就是变成说，你们去看建筑师要怎么协助你们嘛，对不对？那建筑师现在变成说，假如建筑师他把这个当成是个业务的话，那是不是正确的概念嘛？他应该是基于说帮助乡里去做乡里的服务，那所以我们说建筑师还要有一点报酬。那个报酬的话，就是你可能请他当顾问，也许请他来这边，对，我们这边开会，然后有这些我们算建筑师来，我给你们出席费2000块，一次2000块这样的报酬。或者说呢，来我请你画张图，那这个绘图的费用多少？画图一张多少钱？
这样子的那个费用，只是这样，它一样是当做是什么？它就是一样是一个人工的方式来去付他钱。你不是整笔给他说啊，我就给你20万，你就帮我画一套图出来。你要出来图，我们不要，你明年一定审核不过，因为他出来的图一定是找那个什么那个那种什么那个怎么讲？就是那种包商啊，标准图啊，他一定拿标准图过来嘛。我们今年看到好几个都是标准图，标准图我就不要嘛，那个不会过了。所以你明年要是拿这个图，你说建筑师我给你20万，你或者给你30万，你拿一套图出来，你明年就不要想再做下去。我们希望看到的图都是特别的，是出水这个地方自己去画出来的，跟出水的地方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样的东西。所以就是说，你们自己会有亲戚朋友，甚至假如做社区，在社区里头住的是有建筑专长的，或者说会画图、会画设计图的，就找他来做没关系，不一定要找建筑师来打。不需要建筑师，你不需要盖房子，你要建筑师干什么？哦，那个你摘了哈，但是可能在上面你们在什么说一定要强调一下。我们讲好几次了，建筑师他们不知道，你这样讲，他们不知道，真的，那是差了18000里哦。其实我在大概87年的时候，我没有读这个地方。我们自己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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